泽东同志，你这写的什么呀？大赣州是已经形成决议的，你这又是何理呢？有人向您是中央提议，要取消他的军事决策权。我毛泽东顾不了这么多，中央的态度很坚决，要打仗，军费可不是一个小数目。不对，这和标准的远远比起来，在重量还有厚度上都不对。王厂，滨州来的加急的快些。